不是我没提醒你啊，我没回队里，我队友一定来找我，说不定就在来的路上了。兄弟，我们只是为了求财，啊，就为了钱是吧？那你说个数，你有多少？我现在没有，但你说个数，要钱还是转账？我打个电话叫人来送。傻子总以为别人是傻子，你打电话，警察一来，一下子不把我们包围了，那我肠子都要悔青了。 是，我是不敢杀你，但是我可以让他们找不到你。哎，给我带走！哎，别！开门！开门！开门！哎哎哎，等等！别瞎了，这里几乎完全封闭，我们该怎么出去啊？别怕，肯定有办法。哎，怎么了？我应该没听错吧？我听到飞豹的口号。 我也听见他们的声音了，但是好像越走越远了。喂，听得见吗？喂！我们这次可能真的脱不了身了。这地方就只有那一个下水口，连巴掌都伸不进去一个，真没有办法了。一定有办法的，不能坐以待毙。不行，不行。 我上次救你的时候，你不就说你要死了吗？这次跟上次能一样吗？啊，上次你们可以给我穿上铁裤衩，把我吊上去，还能跟我聊聊足球，是吧？多快乐！对啊，你不那皇马球迷吗？坚持活着出去，才有命去看皇马踢球。巴萨，我是巴萨球迷，哎，都一样。你怎么了？ 没事吧？我之前都饿消喘了，我现在呼吸不过来。不应该啊，我们刚进来没多久，不可能没空气啊。哮喘病人的身体，当然不能跟我们比。不对，哎，你们有没有闻到一股味道？你的病，绝对是因为这种味道引起的。小蔡。 请问一下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我们是做出口化肥的。我们能看一下吗？我们有急事，你是警察是吧？凭什么呢？这么点量，能有效果吗？我跟你说啊，这玩意儿一点点就够，烟雾弹就是这么做的。
这玩意儿能行吗？你是不是按照我的要求做的？当然了，你给我的材料按照你说的比例。没问题啊，来吧。从哪？倒不是。你现在你就想想，那帮人怎么欺负你姐的？咱把这扔进去，就是给他们一个小小的警告。放心吧，安全的。来吧。好。打火机。哦，关键。把他弄出去啊！直接放在排水口，让外面的人看见。也不还会回流进来吗？如果他们看不见，我们可能就真的闷死在这儿了。叶一凡，嗯，如果咱们真的出不去了，有些话我想对你说。之前不敢跟你说，是因为我是个义务兵，但我现在必须要说出来。你别说。等我们出去以后，你再说。万一没有万一。拜托，你们别虐单身狗了，我这都喘不过气来了。火机给我。等一下，我还有件事要跟你说。说吧，我听着。如果最后你出去了，而我没挺过去的话，你一定要记住我。我叶一帆，要么一起活，要么一起，没有第二个要么。他们可以吗？请你协助调查，打开仓库。这什么味儿啊？这烟怎么这么刺鼻啊？哟，好像着火。救过不少人，比起你来，当然差一点，比你救得多。爷爷，
坚持住。队长，站住跟门！爹，小林，在，坚持住，在，坚持住，马上就能出去了。门是钢制结构的，门很厚，如果强行破拆的话，最少需要一个小时。孙大圣，到，把车给我开过来。是。队长。宝贝儿，就看你的了。快到。省点心啊！你哭个球啊！哥们儿不要活过来了吗？哎，我说林毅，你属什么的？到底几条命你？哎，林毅，林毅，刚才我们在外面喊口号，你听到了？听到了。哎，我在里面也跟着喊呢。哎，你不知道，刚才我们在外边看到有烟冒出来。正队非常非常肯定的说，一定是林毅放的烟雾弹。小林啊，这么大的烟啊，都没把你呛死，你啊命大。哎，我是不是懂得特别多啊？当然，真的谢谢各位战友，谢谢你们。哎，客气客气。哎，我还要谢谢这个大家伙。那可不是，这可是我大宝贝儿，没他你能活？好好擦擦他以后啊。医生，你没事吧？我还好。你如果真的不舒服，你不要勉强，我能帮尽量帮了。哎，爱什么爱啊？我关心我的小叶医生。小叶医生好得很，你要关心的话，你就应该关心你的队友我。突然觉得，作为被救人员，什么都不干，也挺好的。夕阳真暖，姑娘真美。我突然有点找到度假的感觉了。哎，我感觉活着真好。哎，你今天立功了。要不是你舍不得我的糖都收好了，估计我们都活不了。这糖好吃吗？你必须试试，我从小吃这个长大的。嗯。哎，你们这个救护车太窄了。看来我还是喜欢坐消防车。你们消防车不在那儿呢吗？飞豹队车。作为一个消防兵，亲自折腾大家出一次警，无颜面对。他们可不这么想。林毅，你的战友对你很重要。
你对他们也很重要。去吧。刚才在里面，你打断我，我想说的话是……别说。刚才你不是说，出来之后就听我说吗？不是所有的话都要说出口的，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一起经历生死。明白。拜拜。你没发烧吧？看悲剧能看得这么乐？爸，这糖吃多了，的确会开心一些。你平时不是从来不吃这些糖果的吗？今儿怎么破戒了？但我看，楚夫人比不成心那么进去。我今天中午在医院睡着了，做了个梦。梦见什么了？梦见我和几个人被绑架了，然后坏人把我们关进屋子里，想要杀死我们。你知道千钧一发之际发生了什么吗？怎么了？噔噔噔噔，我获救了。因为被绑的人中有一个大英雄。什么破剧情，全是套路。俗什么套路？哎呀，这越是舍不得你，这分别的日子来得越快啊。嗯，那自己看吧。这么快？你不是跟那徐医生聊过了吗？综合你的表现，专家们说你恢复得非常的好，而且郑志勇那边又催着要你，没办法。王队，看你说的。哎，你就不打算挽留我一下？我才不挽留你呢，万一真把你给留下来了，我不是自找麻烦吗？一问问出问题了吧？还嫌弃我？哎呀，我这一亩三分地儿哪留得住你呀、啊？只是有点可惜啊，你走得太早了。下一周啊，咱们中队有个足球赛，跟谁踢啊？背包队。你说郑志勇这小子运气怎么这么好呢？在这个时候把我的第一射手给我调走了，我还踢个屁呀、啊！再见了，兄弟们，敬礼。爷爷，这一幕好像挺熟啊。现在呢，我还是你的队长，再给你最后一个命令。我呢，是烦死了跟你这种分离又重逢、重逢又分离的这种事儿了。这次如果你走了，以后啊，再也别回来了。不是，回来看你们也不行、啊。用不着，这儿啊不是你的家，这个城市才是你的家。去了那儿，好好干。以后啊。哪儿需要你就去哪儿，谁需要帮助你就帮助谁，干出点名堂来，我们大家都看得到。相见不如怀念呗。当初你小子回来的时候，跟丢了魂似的，现在要走了，看到你把精气神都找回来了，挺好。谢谢你，王队。大学城中队，永远是我的港湾。行了行了，当兵的不煽情。
谢班长，回来了，愣着干什么？他们都出警去了。 战士林毅，归队报到。本来大家伙想去接你，没想到赶上出任务。我行动可以自理，不用接。希望你这次回来能够做得更好。这才是暂时离开的真正意义。是。回去。还有事吗？那天在码头营救我，我应该谢谢所有队友，也要谢谢你。战友言谢，探甲。该谢的。 我不会忘记，但是关于我姐，关于五年前你没有做到的，我也永远不会忘记。强壮了，浩奇，赵奇，哎，你是不是真的临沂床了？要熄灯了啊！限你3秒钟之内滚你自己床睡觉去，李妈。 这林毅一回来，张浩奇连觉都不会自己睡了。是的呢，他俩比以前还黏糊呢，分开没几天啊，这反弹力有点大啊！哎，滚！林毅多长时间没回来了？我这是在帮班长摸摸他的思想动态。你摸个屁呀！赶紧滚回你床上。刘东，关灯。是。 真睡啊，睡不着啊！你们装什么呢？有几个困的呀？啊！哎，还真是啊！林毅回来，确实有点兴奋。反正猴哥我是睡不着，见到我就睡不着了。哎，那我是不是含咖啡因啊？啊，猴哥，有点。嗯，班长，要不咱们卧谈半个小时行吗？明天不训练了。 啊，李敏，哎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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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今天特例，聊15分钟就。哎，林毅，我问你，你被关在仓库的时候紧张吗？一点都不。那叶医生呢？他紧张吗？你怎么这么八卦？哎，我帮我们家大招问的。哎，大招，你为什么担心这小叶医生了？难道你有问题？哎，别闹，小叶医生跟我是。 朋友，曾经的舞伴，我关心他一下很正常嘛。你们是好朋友，可不是吗？我们互相通过短信的。什么时候？哦，你不在的那几天啊，我们聊得还蛮多的。你别看小叶医生，他气质有点高冷，其实啊还蛮可爱的。聊什么？聊什么了？不许上来！哦，哎哎哎，班长，救命！有人行凶啊！大招，你就该掐。明知小林跟叶医生关系不一般，掐。虎哥说的对。 你是不是像我学长啊？他是我的舞伴，不为什么不能关心他？不行，轮不着你关心他。那我如果生病了，问诊总可以吧？更不行！我告诉你，你向他问诊，必须到我家来挂号，知道吗？哎，林毅，我说你这也太霸道了吧！你说你跟义务兵又和小叶医生确定不了关系，我们所有人都有机会了。对呀，不行，总之你不能再骚扰叶一帆。哎呦，真是一条微信发血案呢！哎，赵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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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26岁，我是歌手冠军，6张专辑，4部电影。上一张专辑一经发行，在一个月之内销量就突破百万。哎，这不是那个明星吗？给你唱生日歌那个。今天的发现。啊，韩宇轩。韩宇轩。魏然的访谈节目怎么开始访问明星了？这瞬间变低级了。都知道啊，娱乐圈竞争非常激烈，但是你竟然可以……你说这明星长得连眼睛都看不见，就唱那么几首歌，怎么就挣那么多钱啊？这颜值还没有咱们几个人高呢。颜值你是高，可五音差了好几个了。哎呀，当明星要被狗仔追的，活得烦着。得了吧。有些明星天天巴不得上头条，给狗仔送新闻的有的是。你们说谁呢？唱歌的，这哥们儿不是身体有问题，就是心理有问题。你看那么年轻，那头发都愁成这样了，好白啊！哎，班长，你傲了，那个血银白呀、啊，那个。哎，林毅，大门外，你那个姑娘又来找你了。可可，哎，我跟你一起去，走。什么叫我的姑娘？那是我跟好奇宝宝共同的朋友。哎，那不是队长吗？走了，怎么才出来呀？哎，我跟你说，刚刚看见你们队长了。放心，他没有看到我们俩躲起来了。刚刚接他走的那个，好像是那个电视台主持人。哎，长话短说，什么事儿？韩宇轩的巡演马上就要开始了，第一站就在燕城，我们一起去看呗。票我负责，你把价请好就行。好啊，去吧去吧。什么时候说我要看演唱会啊？你没说呀，但是我猜到你想去，我懂事吧？懂事可以，但就是猜不准。我对那一头白毛那个韩宇轩一点兴趣没有。呀呀呀！你别黑我偶像啊！可可可可，我也想看。但给你买一张坐远点行吗？啊，心酸呀！哎，我们随时出任务，这架请不下来。你跟小倩去吧啊！林毅、张浩杰，到到。干嘛呢？没干嘛。又有人来看你，挺忙啊。还有心思好好训练吗？啊，指导员，这不怪林毅，是我自作主张过来找他的。还有啊，指导员，周末林毅能请个假吗？2个小时就行，2个。哎，别乱说，赶紧走啊，姑娘。消防战士是不能随便进驻军营，希望你以后尽量也少来找他，不要影响他的正常训练和工作。林毅，我和正队都希望你能好好表现，有些问题，希望你尽快处理好。是。哥哥，赶紧走吧，别总想着我啊！我能不想你吗？哎，我们只是好朋友。你看你长这么漂亮，这么可爱，将来去了法国，你一定能找到一个对你好还喜欢你的人啊！哎，林毅，我说，哥哥，我，你好好的，走了走了啊！我生气。那不是指导员在那儿呢吗？他肯定不是诚心的。别气了啊！别气了，别气了，别气了。Thank you.
指导员，我的朋友在那辆奔驰上。司机怎么开的车？喝酒了吧？喝酒了，太危险了！猴哥，快去跟上看看。林毅，你看清楚了吗？咱现在要是跟上去的话，回去可就晚了。算了啊，咱又不是交警。指导员怎么着？右路跟车，左路对队。跟着去。政委，政委，两江隧道发生交通事故，我马上去现场。需要支援吧？我现在马上去现场看一下，如果需要支援，立刻呼叫人。好。呼叫指挥中心，呼叫指挥中心，两江隧道发生交通事故，快点。唐龙、许真，你们三个去那个车。是，看看能不能把女孩抬出来，别生拽啊，小心点。是。别动，来。没事吧？嗯。林毅，我要喝酒，这个混蛋。下去下去。真的是你啊！我天哪，你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啊？赶快下车。小倩，咱俩喝酒。没事，下，先下车。哥哥。